41岁前无线女艺人贾晓晨，佢同老公范少王结婚7年，有2个女。为咗照顾家庭，咁多年嚟 ，JJ 减少幕前演出，留喺屋企相夫教女。不过近年佢不时喺社交平台放富，但身凑小朋友压力太大，令到佢身心疲惫。而老公范少王又忙于工作，两公婆更加曾经多次传出感情生变。日前 JJ 又灰爆出铺，公开寻夫。佢发文话：如今屋企就系我最惊嘅地方，甚至扬言想离家出走。而对上一则贴文，佢仲公开踢咗范少王，质问对方去咗边度，连信息都唔复。虽然唔知今次两公婆又发生咩问题，但有唔少网民以过来人嘅身份纷纷留言安慰 JJ， 大家都表示理解佢做全职妈咪要照顾两个小朋友非常唔容易。而 JJ 更加崩溃直言，每日24小时连唞气嘅时间都冇啊！又话同老公嘅关系变得越嚟越疏远。佢话今次等对方翻屋企之后，无论如何佢都要出去几日，等自己好好咁唞一唞。